爱情幸福吧，好不好？这个，这是您画的吗？啊，是的。您学美术的？我年轻的时候学过。啊，这是一幅画，是尤叔叔吧？哎，像哎。哎呦，我大牛呢？还有你家大牛呢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是男嘉宾在做这个征婚短片的时候里边的一个镜头，是不？啊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那您怎么给他画的这么惟妙惟肖啊？心里有？我想给他画到心坎里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您也挺有心计，看出来了，小一点人，您都说嘛，小个的人心眼多。好，也希望你今天能够在台上好好表现，给尤先生一个非常好的印象，然后能够牵手成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也给彼此打个分好不好？来，您给您心目当中在您心坎里的尤先生先打个分，100分满您给多少分？90分。90分。哎，您今天平均分90分啊？对，我90分就可以了。我实际也想给他打90分。您给这个咱女士也打个分。你就打95。他给我打95分，我很满意。这是一种对女人的尊重吧。您这一般在家也会这样跟别人交流吗？不怎么太爱交流。不爱交流啊？嗯。那别人非要跟你唠，你会配合人跟人唠嗑吗？可以啊。也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啊，这种性格行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可以。您爱说吗？我中性。不爱说。遇到爱说的我爱听，遇到不爱说的我爱说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心细。啊。但是他不占优势，他不是本事，他是铁链。您这回答简直绝了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们也通过短片。